是各位在南投县仁爱乡五岳曲滨深山里头的山地小朋友，有东海大学乐乐社男女同学招待，在台中市上街看电影之后，在校园里为他们举行了游园会，不但免费让他们吃玩，而一般同学们购买的游园券所得也全部捐赠给他们作为学费。据乐乐社表示，山地小朋友们很难有机会到都市里来见识，希望借着这次的招待增加他们广阔的心怀，也是一种仁爱之心的培养。